果多一次选择，你想变成谁？不，这不是选择，而是对自己的怀疑。我能经得住多大诋毁，就能担得起多少赞美。如果忍耐算是坚强，我选择抵抗。如果妥协算是努力，我选择争取。未来才会精彩，我也绝不放弃现在。你也许认为我疯狂，就像我认为你太过平常。我的真实会为我证明自己。诺基亚N9不跟随。